周记主家菜谱，他认为干炒牛河不能用大当土炒饼，各自传了回来。还真是我的粉丝啊。亲爱的周九良老师您好，感谢德云逗笑社节目组给予的写信机会，小班长们那里相当的开心呐、啊。在此请您念一首定场诗烘托一下气氛啊。铁拐先师道法高，钟离卸职辞汉朝，国舅手持阴阳板，彩荷丹阳品玉箫，洞宾杯剑清风客，国老骑驴过赵桥，仙姑敬来长生酒，仙子花篮献寿桃。这是一个定场诗，而且是之前我在舞台上演过的一段。还真是我的粉丝啊，这是粉丝写来的信。接着读，听说您小时候梦想是当个厨师，小班长特意收集了您爱吃的美食，定制了一份周记独家菜谱：八里水、干炒牛河、醋溜苜蓿、大棒骨、炒饼，呵，那全是我的最爱。还有香草冰淇淋啊，香草冰淇淋是我们德云逗笑社在海洋馆那一期啊，那一期一个镜头。哇，那天确实太热了，吃一个冰淇淋解暑。所以能听您念一首定场诗吗？这儿又有一个定场诗：隔河看见一锭金，山又高来水又深，有心过河把金子捡，又怕王八咬了脚后跟。舍了来吧，舍了吧，外财不富命穷人，农夫虽瘦雄心在，君子身贫志不贫。两首定场诗。至此佳节同庆，愿您生活和和美美，顺心顺意，愿您在师长的教导下业务精进，愿您与工作伙伴相契相得，期待您有更多优秀的作品，让我们在台上台下相遇相伴。在祝德云逗笑社节目收视长虹。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庚子年仲秋月，请根据节目组和周老师的要求任意增减，随意删减一下啊。亲爱的周九良老师您好，值此佳节同庆，愿您在生活和和美美，顺心顺意，愿您在师长的教导下业务精进，愿您与工作伙伴相契相得，期待您有更多优秀的作品，让我们在台上台下相聚相伴。在祝德云逗笑社节目收视长虹，您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庚子年仲秋月。好，删减完了。